大家好，我是艾鹏。今天到这个上面来拿一点那个罗汉果，要走过这个吊桥的嘛。下面就是河水，这个吊桥很高的，还可以坐摩托车的。你看别人坐摩托车还是很稳的，但是小车不能过，小车肯定承受不了吧。没有看过小车，不是小车能不能过，只有看到那个摩托车和三轮车可以过。这里面还是很好的，风景还是很好。这里面还可以钓鱼。这里还是风景还是蛮好的，你看外面是竹子，下面就是美丽的小河，弯弯的小河。给你们看一下，下面还有人在钓鱼。哎，这里钓鱼好啊。师傅钓点鱼在吗？钓紧吧。然后再钓鱼再买号哦。钓小鱼。你说这种鱼在好起的啊？哦，这种鱼在好起的哇。钓的呀，钓啥鱼在起的？钓鱼在的。也是哦。湖边鱼在。去看一下他钓了有多少小鱼。到河边了，这水很清澈的，洗澡是最好的了。看一下这个帅哥钓鱼的，看他钓了有多少。钓了蛮多的，小小个的，那么小。开始，哇！哦，这个炒辣椒肯定好吃。这么大，番茄那么大，这个炒辣椒最好吃的了，辣椒番茄。得了蛮多的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些小鱼。哎呀，看不到啊，密密麻麻的，这小鱼在游来游去的，好多啊。这个洗澡最好的了，那上面就是桥。今日便再来分个胜负，我叶天。
天骄，才是龙凤碑上最强。叶天骄下马为扬，冷傲地说。这种小河鱼就特别多了。哦，钓到两条这个，咦，搞掉了！哎呦呦呦，这个马兰扛，这里收谷子，因为快要下雨了。这些谷子是用收割机收好的，开到天一黑，这急忙要收谷子了，人吸了就很难晒得干。这个果子才多吧，密密麻麻的。全部都是。罗汉果，泡水吃的罗汉果，刚拉回来。